我下边呢给大家再演示一下，如何这个连接iOS 的其他设备。我刚才给大家演示，就是说可以连接 iPhone 4、iPhone 4S，所有的 iPhone 都可以。那我们还可以连接 Apple Touch，甚至 iPad 都可以。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连接 Apple。那这是一款新的 Apple，白色的 Apple。那我们可以。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，可以这个直接可以装在这上面用。我们也可以方便的，比如说我把这个袋子戴在头上，也可以这样，或者我直接拿在手上，也可以直接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，我扫一个条码，你看。扫描的条码都会直接显示在这上面，所以在 iPhone 和 Apple Touch 甚至 iPad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。